周围离近一点，这样就能。2块钱一颗鱼的咸蛋包啊！哎，还有吗？还有豆浆哈？豆浆。嗯，没有，就他俩。祷告还是得祷告。要种树的时候就告诉你。爸爸可以吗？来，准备吧。跳起来了，小朋友。好，下车，下车，自己上来。
讲一下你发现的那个好东西。说什么呀？我是饺子。不知道呀。什么？不知道呀。爸爸，我不饿了。我们来到了苏西。要吃什么呀？要吃苏西。谁点的呀？爸爸，乐姐姐。Thank you.